一落車之後佢就話：喂，屌你，屌你老母咁樣。跟住之後咁嗌，咁我即刻行翻過去話：嚇，收皮啦，仆街咁樣。跟平時保安咧，平時啲保安係隔離一下能親先。屌你老母，收皮啊！黐撚線嘅。无遗憾房里路过，回忆缩旧调放声高唱。喂喂喂，点称呼？喂，我想屌臭，哎呀，想屌臭啲的士佬啊！上次听完你个 live 咧。我真的很有身同感受的感觉。是发生什么事？我就在公司呢，那我就成日迟到的。那就因为呢就要搭挡铁回去啦。那搭完挡铁呢，那公司就有一段路的。是那一段路呢，通常就等小巴，那通常朝早呢就好多人。是那通常等小巴呢就会等到痴人了。是那跟着呢，那通常我就会搭的士啦。系，跟住嗰条路咧，即系唔使跳标嗰啲路啦，行啊远嘅，搭小巴要等，搭的士啊唔使跳标，真系好卵尴嗰啲距离啦。系啦，通常跳一下咁咯。系，跟住。跟住如果有啲人咧一兜到三十几蚊嗰啲，我就好卵燥噶啦。系啊，碾卵死佢咯！我日 Q 日搭佢竟然跳标，我唔知点搭，有时我都试过吓，我日 Q 日搭我的士啊。跟住嗰條路根本就唔撚使跳標啦，明明佢又冇兜路，唔知點解佢可以揸下揸到跳標喎，好撚勁啊！嗰啲的士狗嚇，唔知點樣做到啊！今次咧，我係一上車嘅時候，其實我已經 feel 到佢係有少少喺度串鳩我啦。我係同佢講話，我想去，因為咧我公司嗰度個地址咧，如果就咁講個地址咧，通常嗰啲司機都會兜錯咗嘅。因为那个位置要在另外一度入的。哦。那就说你去什么什么大厦。但是你不要去那个大厦入那个什么中心。就是总之兜第二条路先，你听我讲得了，不要靠自己。是的。跟着他就好像不信我，跟着又在那串下我，我不记得。我揸的士揸你几耐啊，你老母你的士佬我的士佬啊。他又不是那么什么的，他是很轻佻的，就是好像笑屌的。哦，不过唔紧要啦，好啦，好啊，行呢度啦，咁样嗰啲咧好卵串嘅啲，好想打鸠佢嗰啲声咧。哦，跳远咗唔关我事啊，你话行噶咁样，系咪呢啲啊？类似呢啲啊？系啦，佢总之得闲渗几句，唔使夹硬话系啊，嗰啲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跟住之后咧，咁我就唔捻理佢啦，咁我都讲时间噶嘛，咁我咪叫佢行啦，跟住行下去做一样我。是勾撚曬嘴的事喎，佢竟然啊，中途啊，佢攞撚咗支酒出嚟飲喎。哇！玩咁大，影佢咯，做咩啊？即係我諗翻佢一開頭嘅，佢應該都 wing wing 地咁樣嘅可能。哦，真係唔係串，本身已經係醉醉地啦，已經。係啦，我就懷疑係啦。屌，跟住中間咧，即係點解我咁 confirm 佢之後係飲酒咧？因為佢。唔系你重复讲多次先，你窒咗，头先成句窒咗。系你窒咗，讲多次啊！我话呢单嘢发生喺两个礼拜前度，跟住之后咧，我一落车俾钱嗰一下咧，跟住之后咧，佢就即系我就照标俾钱啦，跟住佢就无啦话，你话俾咗啊嘛？你见到佢咁样，喂，我俾咗咯，吓俾咗咩？系咯，俾咗。唔係俾咗啊！我之後諗翻咧，其實係可以搞大佢嘅。點解？因為佢係話咩？喂，嗰陣唔啱喎。佢話咩唔啱啊？嚇！我哋而家加咗價喎咁樣。我嗰陣時唔知加咗價嘅，因為佢係啱啱加價一兩。佢要攞個表出嚟喺度對對對啊嘛。就係冇啊！屌佢老母！嗰陣我就話嚇你個表咁寫噶嘛，跟住你又唔使換新表，跟住佢又開始無啦啦勁燥，跟住喺度屌我咯。佢話：我心諗咁鬼知啊！跟住我就咁講咗句鬼知啫嘛，即係我都冇屌佢，我話我鬼知啊！跟住之後我就照俾翻嗰個幾佢啦，跟住落車啊！一落車之後佢就無啦啦話：喂，屌你老母咁樣！跟住之後咁樣嗌我，
咁我即刻行翻过去话，吓、啊、收皮啦，仆街咁样，嗱声。惊平时保安咧，平时保安隔篱嗰啲吓卵亲即刻。屌你老母，收皮啊！黐捻线噶，唔系之后我谂翻咧，即系点解佢咁大反应咧？佢真系应该系最捻咗咯，好捻癫喎！即系可以劲废，揸揸下攞支酒出嚟饮，做乜捻嘢？黐捻线 ，weak， 唉。好撚戇鳩，哎！我最後一句屌走佢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唉，屌你老母！我捉你啊！你以後啊，俾啲 Uber taxi 啊 ，Uber 啲搶撚曬啲客，你一世自己揸的士，之後你揸成世的士啦、啊！屌你，你揸住支酒啊，自己飲撚完之後啊，你自己一個唔好再客，之後深夜自己炒撚咗死咗去啊！仆街，屌你老母！拜拜。拜拜。劲失啊！佢讲到，屌你啊！屌你老母啊！